没有什么，表示害了病之后到要死的时候是个过程，在家自己轰伐呀干什么的，最后两句话才成就了，老生自有难心法呀，难我自己的心的方法，老生自有难心法，八苦交煎总不妨，成疾苦乐耐症毁誉，就是八苦都来了没关系，生老病死耐别离怨憎会五蕴之盛求不得，八样苦难全是加到我身上没关系了，这就是悟道的话，也给我们这个假使说是轰伐，自己不做我叫人家去做，敲个警钟，他这句话呀，学法的弘法的道友应当经常的回忆，要能达到他最后两句话，老生自有难心法，八苦交煎总不妨，但这是功夫，这八个苦难生老病死这四个任何人也脱不了，只要你来到人间，只要你是个人，只要你有情的动物，你能脱得了吗？消解耐欲海，就把这个都把它消灭掉，这就望尽还原，望尽还原，望没有了，真的显现了，那就真智慧了。高峰会就问茶王将普现住取光明云解脱门，他得到是普现住取光明解脱门光明云，他这个一切住取啊，住取咱一般说是六取啊，六取是畜生道，畜生道这飞禽那走兽都不管他，畜生道人道，人道是这一曲也很复杂的，每一曲都很复杂，总的说来住曲是指的六道轮回说的，他得到光明得到智慧得知这种智光，得到这种解脱，容见被纠缠王纠盘查王得普泛光明灭入三的重障解脱门，说那个罪障啊像山那么重都把它消灭掉了，把它光明就把它智慧释放出来，把那个烦恼障啊智障所知障啊都把它断除了，多一点说嘛，业障啊，咱们经常说业障现前呢，就是你自己所做的业障碍你明白，所以就在黑暗里头智慧放不出来，要把这个消除，用智慧消除你这个黑暗，无边净眼鸠盘查王得开示不退转大悲藏解脱门，多劫修悲愿修大悲，把苦一切苦三灾八难都灭了，再不会退堕了，大悲方便悲心无尽，所以叫障，障是寒障之意，寒障都是大悲，悲悯一切众生苦，开示众生除这个苦难，
广大面纠缠比丘们禅王得普现住取流转身解脱门。他这个得住取流转是他立生的方便，他没有苦，他是自在的，他发这个愿，满的这个愿，自己成道之后四现到住取，天人阿修罗啊，地狱鬼畜生啊，一般六取都说这四道的，没说到四圣法界啊，声闻罗汉菩萨佛那叫四圣法界，一说六取多分只是六取说的啊。建成是普现了，不是局限，这他乘他自己的性体而产生的神通妙用，就是他的智慧。他这个流转呢，没有来去向的了，没有流转向的了。不像我们，我们是被业流转，业跟愿两个绝对不同的了。愿你自己愿意去受，愿受是得了神通自在去受。那跟那被业的驱使完全是两回事情的。那刚才啊，那个诸大菩萨呀，四愿道众生啊，他也是众生是个什么相？那四愿同四舍呀，四愿跟他同业呀，那是自在的了。那是不同的。广大面纠缠毗班禅王。普现住取流转身解脱门，就是咱们现在所讲的广大面。广大面它是什么取面都现，所以叫广大呀，四现众生相，所以才能这住取流转呢。称他自己的性海，证他的性体了，现他的神通力，他没有来去相的了。他那流转没有来去向的，而是征战木鸠盘茶王成佛的神力，十个鸠盘茶王为首者，他代表着十个鸠盘茶王，再加上佛的神力加持，普观一切鸠盘茶众，耳说颂言。第一颂啊，成就引力四导师，唯悟修行无量劫，永离世间交慢惑，是故其身最严净。说嘛，这个以交慢为主啊。他说佛离众生，佛没有骄慢，所以他是身体，佛的法身、报身都是最严净的。为什么？离了世间骄慢。骄慢有十种，咱这不详细讲了，大地大致举几个。骄呢，感觉着自己骄闹，这大家都懂。骄傲，感觉自己比别人都强。慢就不同了，慢他不如人家，比谁都不弱，他自己还感觉着自己了不起，这就叫慢了。还有一种慢叫慢过慢，那就是更不可说不可说了。什么样子？大家看过那个鲁迅大师做的那个阿寇精神，他这个就是佛教就慢过慢了，他本来不及人家啊，又耐惹是非，又耐给人打架，打架就耐打，打完了自己啊，打个鼻青脸肿回去怎么想呢？他有特殊想法，他想打他那个是他的儿子，他儿子打老子，
他这一想啊，一点烦恼都没有了。儿子打老子，哎呀，该打该打呢。这叫慢过慢，本来不及人，还想比人家强，本来让人打一顿，完了还给你当老子，他也不敢说呀，他心里想啊，说人家还打他一顿，这叫慢过慢，这个骄慢呐。人人本具，有本事的骄慢，真正比人强，人家还能原谅，还能容忍，你根本不如人。还觉得比别人谁都没你好，这里人很多呀，明明没得置换，他什么事都不及人，是不是？有很多事情嘛，我们大家都背一个，说背水泥，人家背两袋，两袋是100公斤，他一袋也背不起，他还说人家你背两袋算个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当年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说这还说，他说我拿个车子推，我还能推10袋呢。我说拿火车拉呢，还拉了1000袋呢。这种慢，这种慢呢，明明不行，自己没那个本事，他也把自己吹得很高，说骄慢最厉害了。凡是骄慢的，寿命又短，看看历史人物吧，没有一个骄慢的。得到好死的，而且死得很惨，这个害很大，害很大啊！这个靠什么呢？没有智慧的，没有智慧的，骄慢就是烦恼，是烦恼。干什么事儿，想超过人家，又没那个本事，处处的都不如人家，说这一类的叫骄慢，这演化当中说盖着你真正的智慧，就是骄慢对着谦虚，既不谦虚又不谨慎，又不谨慎，真有本事的人，非常谦虚，对，就是我们学佛法的也如是啊，咱们经常说。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逛。那满瓶子他不逛了，那半瓶的他逛逛逛，他因为他了不起。这个咱们佛教界就咱们的比丘、比丘尼也不少了，他根本就没什么修行，也没有，他要自己了不起，往那一坐打坐，人家像绷起那个样子了不起，这也是慢呢。这装模作样，装模作样，你问他，神都不懂，啊，绷起我3丈12步都通啊，禅净律密净，没有一门我不通的。一问他呀，125再加个125，叫什么？叫250。千万莫要骄慢。咱们看着咱们这4大菩萨啊，5大吧，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，他示现在一切众生上，他用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他在那理上恭敬你，越高位的人佛不轻慢一切众生，如果大家读的普贤横愿品呢、啊。一切众生，佛也要报恩，报谁恩呢？报众生恩。神原因，没有众生他怎么成佛？没有一个佛不是度众生成佛的。说没有众生他怎么成佛？众生是菩提树的根。那你行菩萨道来滋润大悲水、慈悲水，润菩提根，菩提道才能生长。为什么把众生做父母想，做佛想？佛要报众生恩，众生报佛恩，众生因佛而得度吗？这样。